少年五胆六胆七皮八鱼九龟十五只，一言二千三岁是少年，早起那就是伫做安尼，啊，就是爱胆爱胆爱皮爱鱼。那个哦，等到你那个做一个无效的动作，七七六的中午前。哦、你这句话你唔捌听啊？兜了一大圈，养龙处最后还是决定恢复旧址，公车站牌维持现状，机车格拟规划地点。原本讲一言二千三岁，就因遐讲的，我直接讲讲，你要讲较慢。一言二千三岁是少年五胆六胆七皮八面九龟十五只。但是这阵是道路哟，阵在讲个，你们讲较慢嘞。让台湾球迷伤心又不甘心的新闻，就贴在水手队的官网上头。